拍起吉当区白塔顶个每只，好在人拢会想到牛奶。今日个吉阳食客，咱就坐下来去选牛奶。现在我所到的位置呢，就是到白塔顶个这个牛奶火锅店。只讲呢是店内个开放式豆瓣，一只同一个豆瓣呢，拢调满了新鲜个牛奶。赤肉西饼呢，拢都唔爱。各自个赤肉西饼介绍，牛奶火锅个灵魂呢，在于每一片牛奶。因此对豆干个要求呢，是非常考究个。从屠宰量入力后呢，伊人就需要将牛奶分类，骨当的部位呢也爱用骨当的刀工，厚薄及切割呢也拢唔同，这样呢才有变食出骨当部位牛奶个味道个。一只安尼弄着火是做，即个时阵，时阵着做薄的来搓落了过搓，料冷也是着做薄，拢按纹路来做，火就着偏的时阵嘛，也后腿的伊个啊。后腿呢，伊就做狗肉，也无伊出过拢个山。今年最好个新鲜牛奶，都制作牛骨牛腩熬出来个浓汤里面个出个了盖出来，温热个沙茶酱，香一口，香气四溢，浓气留香，美味无比。凤爪铺大部分拢以水果为主，拢爱来自了贵州农村个山羊来。来了，咱即摆在放羊一段时间，再来屠宰了屠后再来出来嘞。那拢相对拢了羊脂鲜点，遐料冷了就搓十外秒，搓甜滴行，迄只时阵时面就着搓八秒十秒差不多。脚趾哩搓起来酥个咧，料冷哩就了肥胖，迄时面哩了清口。据介绍，这个牛奶火锅店开了十多年后，提倡绿色健康的餐饮经营理念，每一日保证食材新鲜，因此呢，深受四面八方的食客的喜欢。我们是从惠州过来的，它这里牛肉很新鲜，味道很好，小吃也很不错啊。小吃比较绿色的，啥牛奶饺啊，是啥小吃拼盘之类，啊，有啥牛排骨椒盐。十元哟，上只就做今只车起，即个明唔长五点外开始就人会爆满了。今日即下做近两百称。